二宝，啊，丫娃去哪儿了？哎，厨房忙不开，我就让他给师姐送一二更去了。秦风呢？怎么让你送了？哦，你这再检查一下。 景田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应该我出去给您请安的，怎么反倒让您屈尊迁就我了？林老板，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有景田先生在，谁敢让我有事儿啊？哎，这地方小，说话不方便。 我陪您出去喝杯茶吧。哎呀，您看，这知道您要来啊，高兴的碗都拿不住。不爱的，我叫人来打扫便是。来人呐！哎，我来吧。哎，这怎么好麻烦您呢？ 哎，死哪去了？ 叫你收拾个东西，半天也不来。啊，景田先生，新来的不懂规矩。景田先生，别扫了您的兴，咱们走吧。啊！ 你是不是很怕我？不过你怕我也是应该的，因为你，我失去了很多亲人和朋友。不过你也是无辜的，这事儿也不能怪你。其实你是个可怜的孩子，想不想学拳？ 考好了。嗯。
手伸直。林老板，林老板，生日快乐！还有，今天谢谢你。谢倒不必了，你要是念着我的好呀，就赶紧带着他走吧。你也别怪我狠心，实在是戏班子庙小，容不下大佛。日本人，我们惹不起。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师父把最后的这点心血再搭进去。我从小就跟着师父学戏，那个时候的北平谁不认识我林老板？京城里的公子哥们为了见我，不惜踏破了园子的门槛。您慢用啊。花伞，来看看吧，花伞。哎，三爷。您还没睡呢，怎么连声招呼都不打，这就要走啊？三爷，我外头风声这么紧，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如何出得了城啊？三爷，您肯收留我们，您对我们的大恩大德我无以为报。其实有句话不方便说，可是三爷您知道，如果我们继续留在戏班的话，恐怕……所以，你就要不辞而别。三爷，您放心，我打听过了。守城的官兵是二更换防，那个时候城门的守卫比较薄弱，以我的功夫可以试试。不行，你这是胡闹！你知不知道，有多少人为了这个孩子，牺牲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？真是不知道啊你！三爷您。你父兄的事儿啊，我已经知道了。当初把他们牵扯进来，也是迫于无奈啊。你说的对，不能再让无辜的人牵扯进来了。这样吧，这孩子你交给我，我会亲手把他交给周先生。至于你，明天我会安排人把你送出城。不行。我答应过我父亲，除非我亲自见到周先生，否则谁也不能把孩子带走。好，我会尽快安排你和周先生见面，也好让你早点脱身。谢三爷。
早点休息吧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你安全的送到，到时候会有比我更好的人来保护你，别怕。全都是因为你，你给我出去，出去，下来，不是因为你。一大早的丢魂了，师姐。哎，二宝，站好了。对对对，站好了，站好了。马步，扎稳了。站好。跟我说句话这么不耐烦？要换了贺启源那小子。你烦不烦？小肚鸡肠，不像爷们儿。我不爷们儿，那毛没长齐的小子就爷们儿了。我看你就是想老牛吃嫩草。你我什么我？我清风为了你什么都肯做，那小子行吗？师姐，你的心也太狠了。师姐，要没了那小子，你会不？清风。奉差的事，我不追究，你适可而止。您要是点瓜子酒茶的，尽管招呼啊，没事，都有。景田太君，林老板今儿还念叨您呢，说您好几天没来听戏了。我就说景田太君忙啊，要不然怎么会不来捧场呢？景田太君，听说被绑架的孩子还没找着呢。秦三，你接待下去。我在楼上给您准备了雅间，这边请。感谢诸位父老乡亲前来捧场，谢谢大伙儿。我戏班在此搭台唱戏，不觉次年有余了。我在此
再次对大家深表感谢。过两天呢，戏班在天津有几场堂会，近来就小封箱几日，等我们回来还希望诸位再来捧场啊。谢谢诸位。会这样的，我没有想到害细胞的。师姐，景天先生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三爷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聪明人，只可惜你太让我失望了。现在，你最好说出孩子在哪儿？景天先生，您这话我听不明白啊。嘿，干什么的？让他们过来。过来。景天先生，这是怎么了？您要是对今晚的戏不满意，妙春单独给您唱一场戏，您随便挑。景天，您答应，您答应过我，答应过我。景天先生，我这里就是个戏班子，真的没有你要找的人的，你非要难为我们的话，这样，你冲我一个人来好了。我本来不想让林老板受这个苦的，可是你这师父实在太顽固，不如你替我求求他，求啊。正好，景天太君，景天好儿，景天太君，我这里真的没有你要找的人呐。别杀我，别杀我！你们要找的人是我，跟他们没有关系。孩子呢？只要你放了他们，我带你去找孩子。启源，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。师父，师父，三爷，三爷。
这么说，师父也是你们的人？是。这老头一辈子也学不会安分。你是日本人？亚娃虽然是日本人，但你们这一路走来经历了那么多，孩子毕竟是无辜的。对不起，林老板，刚才是我冲动了。世人都说戏子无情，要是真无情，你说我这心怎么那么疼呢？师父常说，人一生下来，很多事情都是注定好的，唯独善恶，你自己说了算。好了，去看看孩子吧。
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今晚就送孩子出城。啊，对了，林老板，嗯，孩子换洗下来的衣服呢？哦，嗯，这就是你们要找的情报。是，这是日军研究细菌武器的化学公式，有了它就能救很多人。那按道理，哑巴的爹是日本人，那他凭什么救我们中国人啊？日本人不是奥托桑，中国人。亚子的爸爸是我们的同志，一直潜伏在日本研究所，表面上从事细菌研究，暗地里为我们传递了大量重要的情报。耀子，看清楚了，这个叔叔他是爸爸的朋友，只有见到他才能把东西交出来。记住了，在没有见到这位叔叔之前，千万不要说话。耀子，记住了，你是中国人。后来被日本当局发现，他把情报藏在雅子身上，一并托付给了我们的同志，希望能转移到延安。可惜，老周，三爷没死。什么？啊？大佐阁下，已经准备好了。二位稍安勿躁，三爷帮过我们很多忙，我们会救他的。三爷对我有恩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老赵，眼下咱们人手不足，这首要任务就是先把孩子送出城去。咱们营救三爷的事能不能先缓一缓？不行不行，不用你们，我自己去救。钱兄弟，三爷一定要救。老赵，孩子也一定要送出城。情况紧急，这样，咱们兵分两组，你们俩跟林老板和启言兄弟去救三爷。哎，强子和我今晚送孩子出城。好，行动吧。亚娃，给哥哥打套拳好不好？在这边听我口令啊，来，预备走。好，走走，好，记得把手伸直。哎，居然兄弟，时候不早了，亚森